抽粉丝画头像第25期开始滑，今天的幸运儿会是谁呢？把评论滑到底，然后再往上滑，5 4 3 2 1停。大壮是只哈士奇，好遗憾没有暗号。继续滑，呆呆熊萌萌的，粉丝暗号都不对。继续，下一个是谁呢？恭喜迪士尼爱淘静静，去看看大图，又是一位小姐姐。开始操作，希望不要翻车呀。首先还是随便画个线稿，活动规则咱们再说一遍哈。每周五是咱们的活动时间，今天是加更哈。看完此视频长按点赞收藏加关注，下周五我会从评论区揪一位小可爱画头像，注意注意，一定要是我的粉丝哦，不然抽中也无效。还有一定要带暗号评论哈，暗号就在视频中，看完就知道了，一定要认真看哦，不要带错暗号了。今日暗号画画真简单，赶紧动起来吧，摸中的小伙伴不要伤心哈。新的一期又开始啦，快来参加活动吧。有个小问题，由于参加的人数较多，咱们以后要不要一周来两次活动呢？要的扣一。接下来稍加修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想戒不了我。喜欢这个画风吗？